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升学直通车的节目单元来，我是明丽。那么两位特别来宾呢，分别是 ACI 南加州学院的创办人郭校长，还有天普校区的吴主任。我们刚刚谈到了有关于未来申请大学、这个趋势呢，不管是 test optional 或者是 test blind 的学校，那么义工服务还有课外活动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年的申请到底要怎么样做呢？这个四年的义工经验到头来才不会是白白浪费的呢？对，其实在这个整个申请大学里面来讲哈，你真的做过什么？如果你做完了没有整理，没有留下痕迹，没有把它呈现出来，其实很多家长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去帮着孩子去做了活动，最后没有办法有效有系统的有力度的成交给大学，那真的就叫有点白努力了。就是这些做完了根本就没有找到他的这个含金量，找到他的资源。那真正在我们刚刚讲到写大学写申请大学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自传，不要小看这个只有几百个字的这个自传里面，它真正决定你这人生的未来就跟着这几百个文字里面的技巧力度啊张力完全有关系。所以在这个写自传之前的话，学生对这个学校一定要了解，因为你写给自传，你要写给这个哈佛大学看的自传，你就不应该把内容写成就是写给这个UC Irvine 的这个学校，因为两个学校里面可能在录取学生学校的校风精神他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并不是一篇自传走天下啊。我们事实上是针对学校的性质、学校的精神、学校的人文的这个情怀、学校的历史背景，挑出这些自传是它的高度，是它能够跟这个学校录取学生能够接轨的自传才有用。所以你这个平行来讲的话，这自传完全没有交集点，这个自传你写了半天。哦，你这个写完了以后是发觉这个自传这个学生看学校里不欣赏或者看不懂，那学生很努力完了，最后说20个学校里面两个学校欣赏，结果你这两个学校这个并不是你的 first choice 哈，那其他的18个学校的自传你用同一篇去，结果力度全部都减低了。事实上大学校小学校东岸西岸私立公立教会学校有什么人创办的学校，这个学校在找什么学生，你都跟我们的 ACI 的学生顾问跟主任认真讨论一下，研究学校用大数据分析来找到这个学校的风格、学校的历史背景他们都倾向于收取哪一类的学生，或者叫哪一种成就的学生，这个很重要。所以讲说来讲一篇好的这个自传呢，事实上经过一个类比分析调整出来根据这个学校的要求，所以是讲说一个好自传里面它有包括它的结构要好，它的故事性要好它一开始这个进去的这个文章就让人家觉得这个很有趣的一个人，很有趣一个想法，愿意花时间认真读下去。回到把自传还到这个人际关系来看的话，所有的面试面谈这个招生官面试官在跟你谈话，所有的有经验的招生官或者面谈的人都是你进来我跟你谈话第一分钟我就已经决定了我要不要 hire 你这个到我们公司来上班，或者我要录取你，其他后面谈的大概30分钟那只是在支持他第一分钟的感觉。那同样这个第一分钟也就讲自传里面你刚开头的那几句话你绝对不能绕圈子，不能在雾里看花，不能这个讲的半天没有重点，你这样子后面的时间人家都开始对这篇文章没有兴趣。等于是在 ACI 很强调我们的老师很厉害，我们的升学自传的指导老师他能够让你这个自传是前面几句话就开始吸住招生官的这个注意力，所以这个重点呢不是整个从平均就是每一部分的分配的重量都一样，你必须一开始就是重磅出击，一开始这文章前几句话就让这个招生官或者阅卷官学校的入学办公室人就开始这篇自传我喜欢我认真看下去。一位主任你说呢？没有错，好的文章呢真的是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加分的效果我记得我在去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机会遇到了一个我之前小时候他来 ACI 上课一个学生，那么很多年不见了，那后来呢他就到东部去念一个非常贵的这个学校 NYU， 那么但是呢那个时候我跟这个学生说不对啊，你怎么会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念书，你我一直记得你家里是希望你能够在加州留下来的，那么后来他跟我说他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所有的学校递交出去了只有 NYU 收他，
那么所有的 UCLA、UC Berkeley、USC 这个都全部没有收他了。那那个学生的案例我听到的时候我还蛮惊讶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他高中的时候成绩表现得非常好，在学校有 Honors 跟 AP 的课，而且在学校是篮球队队长，而且还有参加学校很重要的这种结合联合国演练的这些领袖方面的课程。那么所以当我听到他最后学校选择的时候，我当然就很好奇，我说来来，你把你以前写的作文给我看一下。那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他在文章的这个内容上面有太多的这个重复性了。就像刚才郭主任说的，你到底是一篇文章走天下，还是你用不一样的这个学校的特点来书写你的文章？其实大学招生官他们在阅卷的那个当时五分钟之内就知道了。那么去年我也有另外一个学生，他是来自于 Alhambra ECI 校区的，他的学习成绩其实不太好。那么据我们团队里面我们的评估，希望他可以好好的进大学，但是不要去一个太差的大学。但是如果他可以去了一个大学呢，因为以他 GPA 来说还大概是只有 3.0 左右，把一些课加进去大概是 3.0 左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本来对他的选择觉得应该没有什么机会了。那么但是我们的团队在最后大学的这个内容的调整上面是非常认真跟用心的，结果这个学生最后还是去了东部的一个还不错的大学，他当然不是排名在全美国前50名到80名，但是排名上面是不错的，而且他还进入了自己想念的电机工程的这个学系。好的大学他一定会看学生在作文上面的这个选择题目或者是内容，所以 ACI 的学生在今年12年级，尤其今年的这个毕业班，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呢，每一个学生的申请文件不是只有一个老师的调整，而是一群由三个到四个专业老师的调整。那么这些专业的老师在 ACI 任职已经是非常久的时间，很多家长常常会跟我们说，就是那个头发白白的 Mr. John Perrault， 或者是你们有个 USC 的教授、Mr. Hayashi， 很喜欢跟学生说，你每一个这个学生的每一篇作文都一定要有个 secret 这个 sauce， 就是特别的酱料，那你要给这个学生的学校的酱料是什么，那个 Mr. Hayashi。或者是我们有很有名的 Mr. Morris， 他非常专精的就是在你的文章第一篇段落加入故事性，让你整个文章在被阅读的时候、招生官读了会想要把它读完，而不是读了你第一个段落就不想再阅读了。所以在最后这个阶段，针对12年级的学生，不论你今年要申请的是 UC 或者是私立的学校，ECI 提供给您建议给您的就是，学校选择一定要选择对，选择广。那么做完大数据的分析了之后，针对学校的这个类型一定要有一群人而且是专家帮你看过。郭主任，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专业团队里面，当然有一些资深的这个主任，我们的主任在整个申请文件里面，我们怎么样帮学生做提分的效果呢？对，作为一个主任来讲，是跟一个宏观的这个观点来看，还是孩子在申请大学这里面，他每一件步骤、他的方向、他的脚步、他的力度都是够的吗？就像说这个三个，我们讲说三个或者更多个 counselor 和这个 correct essay 的这个老师，也确定这文章的结构是对的，一个老师来完成，他在调整结构，另外一个老师可能要调整这文章的这个内容，把它变得是说文章写得要真的很精彩，那另外一个老师到最后他还要修饰这文章，变得一开始就读起来都很有趣。那这个做主任来讲，就是确认这下面这些老师啊，他们在修改这些文章，到最后的主任会把自己的这个宏观的这个经验历史啊，学生的这个背景啊，申请大学条件，最后做一个整合，让说这些文章出来，再从你从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这个角度来看它，这篇都是个有力度、掷地有声的一个好的自传。那这样子才能真正帮学生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文章真是看不到的一项秘密武器啊，真的是好的文章，有时候比 SAT 高的分数更能够打动人心。你分数考得高，文章写得不好，很多人就这样子，明明可以进前十名的学校，就掉到前二十名、前三十名的啊。原来进二十名学校的，因为文章写得不好，掉到四十名、五十名。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当学生的这个申请大学的时候，文章没有一个叫做特殊性。
可读性啊，或者是个有一个才华显示出来的地方，一篇文章走天下真的是不行。所以每一个学校每一篇文章都要认真考虑，才能够帮助学生真正进到好的大学的。嗯，好，那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来哦。